来看工程，好，好，所以我们从第几页？第二页要跳，第二页要先跳，第二页是最后再来上。我没为什么，好，第二页再换第四页了，好，第四页来看了。好，第四页第一题。好，有一件工程，有一件工程，甲一个人去做，八天做完，把做完两个字给我圈起来。乙一个人去做，十二天做完，做完两个字圈起来。好，然后把两个做完连起来。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所以你做完，我做完，你做完，我做完，表示我们做的东西是一样的，懂不懂？懂哈？那请问你了，那事情又可以按照什么来分配？时间啊，听得懂？事情可以按照什么来分配？啊，你们你也可以按照什么人？你们三个人把这件事情给我做完，啊，你们就开始分配啦。你听得懂吗？懂还是不懂？哦，你做多少，你做多少，你做多少，懂不懂？哎，也可以按照时间来分配，会不会了？啊，所以记起来，我为什么要画三角形？因为用到除法，因为用到除法，懂不懂？因为你要懂不懂？懂哈？啊，所以呢，这件事情这件工程呢，你要假几天做完？八天做完，对，来画一个三角形，写上假。好。好好，再按照时间分配，所以呢要除，所以放在左下角。好，再画个三角形，写上乙。好，他几天做完？十二天。这两个位置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一样？你怎么知道同一件事？对嘛，做完做完嘛，所以是同一件事，懂不懂？懂齁，做完的东西是一样的啦。会不会了？懂啊？所以呢，看这边了。啊，你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可以分八天做完，也可以分十二天做完。那请问你了，被他处找什么？工对，来，想去猜二十四。好，我都是猜房，我都是当房间扫房间清扫房间，会哈？好，所以甲一天扫几间？三间。乙一天打扫两间。好，再来。好，再来，往后面看了。好，可是现在怎么安排怎么做？来，注意看，甲先怎样？甲先做两天。那请问你，甲先做两天，他做多少了？做多少？乘以二啊。好，等一下。甲先做两天，然后呢，其他是乙去做，那乙还要做几天？好，课本合起来。好，来，请问你现在只有甲在做吗？不是啊，只有乙在做吗？不是，而是怎么安排？甲先做两天啊，你已经知道他每一天怎么做，一天少三间啊，所以两天他一共少了。扫完六间了啊，剩下的嘞，是不是乙来说，对不对？那剩下的多少？怎么来？二十四减六，所以还有十八。谁来做？乙来做。乙怎么做？啊，所以还有几天？九天，手工写上。好。好，所以这里一定要学会怎么拉来拉去哦，会不会拉？怎么拉？会不会拉啦？会哦。好，好，会哦。小时候阿妈就教过你怎么拉了嘛，那裤子脱下来蹲下来不就拉了？会不会拉啦？会哦。
再来，第二题，好，有一个水槽，有两根水管，一根叫做甲，一个叫做乙，好，如果只有单独开甲水管的时候呢，十二分钟，我念到哪里有没有指着？单独开甲水管几分钟？加满注满，十二分钟，把注满两个字圈起来。只有开乙水管呢，几分钟注满？十八分钟注满。所以记起来看题目不能只看数字，因为你有讲注满，记起来，如果他没有讲注满，这题就不能做了，完全不能做。听得懂？因为这题有讲到注满，注满表示他们做完的事情是一样的，会不会？时间又可以按照时间来分配，所以你可以用三角形，用三角形就包含乘除法啦，会不会了？会哈、哦。所以呢，继续十八分钟注完，对不对？可是现在是怎么开始？注意看喽，先开甲水管几分钟之后就把它关掉，换开乙水管几分钟？六分钟。所以请问你了，要画几个三角形？四个。四个，来先画四个，甲乙甲乙。甲乙甲乙，好，好，再来画好之后，画好了没？好，画好之后，请问你，先不要写哦，请问你。先不要写了，请问你这里面谁跟谁有关系？这两个有关系，还有呢？还有哪里有关系？甲每天做的跟这边每天做的是一样的嘛？再来呢？对，这里跟这里也是一样的，会不会了？会了哈，来开始放数字，可以放谁？放哪？甲十二分钟，十二分钟，再来，这里十二分钟，好，再来乙呢，十八分钟，再来呢，还没啦，先放完啦，再来，先开甲水管几分钟，这里不知道开几分钟，再乙水管开六分钟，好，题目全部看完了，要靠自己了，剩下靠自己的，所以呢，算哪里了？对，猜多少？猜三十六，好，所以三十六公升好了，那这里也是，对，三十六公升，所以它一分钟可以加多少水进去？三公升，每分钟加水，把水三公升加进去，那这里呢？这里是。每分钟加两公升进去，好，再来嘞，拉过来，拉过来，再来嘞，这里十二啊，这里嘞，所以等于二四，所以这里嘞，手工，会很难吗？不会哦。好，那第三题自己来。我先问你画几个三角形？四个。哪四个？甲乙。错。错。甲乙。要画四个。有甲一个，乙一个，甲一个，然后是甲乙一起，听得懂吗？好，再来，再来，谁跟谁有关系？做记号。我上次有没有讲过了？你自己用任何数字都可以，有没有？会后，好。再来，谁可以拉来拉去？哪里跟哪里一样？有几个地方一样？怎么会三个？怎么会两个？到底有几个地方一样？
四个吗？来，我看，我看，我看，这里一样嘛，因为是做完做满，加满加满嘛，会吼，会吼，好，再来这个甲就是这里的甲，那这里这里，这里怎么来？从几个地方来？两个哦，所以呢，你要再画一个箭头，从这里到这里，还有这里到这里。好，再来，庭轩，我为什么这里要放时间？我怎么把时间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你看你们在死记方法，为什么？啊？不是不是，全部课本收起来，你们再给我十倍方法而已，方法太简单，你一定忘得快，就跟这君老师有在讲，你们越简单你忘得越快。为什么我要把时间放这里？为什么不把时间放在这边，还是放在这边？嗯，什么相乘的东西？我先请问你，上面我放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事情工程？对不对？都是你们要讲事情还是工程？工程。是哦，我都讲事情呢。好，事情呢？工程，工程跟事情呢？我都是把它放在上面，会不会了？会不会了？因为这是常理啊，你妈妈交代你一件工作，你们老师分配你们这一群人去做一件事情啊，分配你们几天完成？我请问你了。是不是你们老师在分配你们去完成一些你们老师在分配叫你们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们会是不是会私底下去分配工作量，对不对？所以当你除完之后，你才可以知道你每一个人要做的，或者是每一天要做的，听得懂意思吗？所以事情是被除的。那你请问你的。我问你了，十八分钟打扫十八间，那什么叫做十八分除以十八间？你跟我讲那是什么意思？好，算了，我把这想成人好不好？想成人好不好？十八间拿到十八人。来，我请问你了，如果36间房间好了，36间房间叫十八个人去打扫，那什么叫做十八人除以36间？你跟我讲那是什么？除出来就是一个人在打扫。是哦，十八人除以三十六啊。18除以36是什么意思？你跟我讲，把一个人切两半，然后分配放每你除完叫二分之一哦，所以每一天有半个人哦，那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一定要记起来，事情是按照时间来分配，或者是按照人来分配，所以它是被除的，所以一定要放上面，懂不懂了？懂不懂？记起来哦，事情是按照时间或者是按照人来分配。我说什么？事情是按照人或时间来分配，所以它是被除的，懂不懂？所以要放在上面，放在上面，会不会了？会哈、哦、啊，被人家除，那不就是找倍数公倍数？会不会了？会了哈、哦。好，来啊，所以来跟我讲这里，才36。好，36想成房间，好，有36，所以一天打扫2间。来换这里一样，36间，所以一天打扫3间。所以呢，现在谁先做？甲啊，再来呢？甲乙一起5啊，再来呢？谁这里做几天啊？哦，它是水的，哦，糟糕，不应该用房间，用公司才对。
甲先开三分钟，三分钟水呢加多少水进去？六。那还有多少水要加？还有三十，所以要多久？六。收工，做对举手。做对举手。好，手放。好。是。好，课本起来，放抽屉。好，我背给你听。我写这样子就可以背题目喽。某工程，甲一人独作20天完成，乙一人独作30天完成。完成，所以记起来，这里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懂不懂？啊，事情又可以按照时间来分配备除，事情又可以按照时间来分配，所以备除，懂不懂？所以找他们的工倍数，所以我猜60。好，我猜60，好了吗？那请问你这里一天打扫3间，一天打扫2间。甲乙先合作做6天，所以甲乙一起合作，所以这里要3+2=5。啊，做6天呢？30。那剩几天呢？60减30等于30。谁来做啊？甲。啊，甲怎么做啊？对，一天扫3间，懂了吗？所以最后就是。是，请问你做对的举手，我没有叫你翻课本。这边全胜，好，两边平手，手放来，再放这边，来换你背题目给我听。甲乙一人独作
啊，你讲了几次完成？三次。所以这三个东西是？一样。啊，所以猜？180。好，啊，你们180是怎么来的？用36。你们用多少？36。用36的倍数去试一下。好，哎，有用短除法的吗？没有。怎么可能？你们都直接用36的一倍、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去试哦。哦，好好好好好，来，所以一天打扫。一天扫十间房间，一天扫六间，一天扫五间。甲乙先合作，六十六，扫了五天，八，还有剩一百，一百，谁来做？你。所以几天？二十。不对，举手。会了。好，你看一下，出现了。还好，好，这没有捞猪屎，手放。好，来第下一题，来第二题，有做出来举手。这题应该比较少人了。你几天？错，你错，你错，你五天。对，好，五天，五天。你们老师教这种题目会变什么吗？他都把上面都用一，学校的教法是全部都用一，所以算出来这里会是分数，这里会是分数，这里会是分数，你分数要加减乘除会很麻烦，所以我的这个方法，你用公因数、公倍数的方法会比较快，会吼，好，也比较容易懂。好，第六题，等我，我先抄题目。哦，惊喜啦！哦，你们死人那么多、哦。你们错就是错在这个地方。你们错就是错在不知道这是谁做，这是谁做的。对，等我，等我。来，收起来，我赶快上完留时间给你写作业。今天有九题。三页九题，对啊，所以赶快上完。对，来看这边，背题目喽。甲，甲独坐，十天完成；乙独坐，15天完成。会后啊，因为是完成，完成，所以这里是一样一样啊，又是背他图，背他图，所以就可以找公，公倍数。30。嗯，30。好，这里也是30。好，所以甲一天打扫几间？30。乙一天打扫。那现在呢？现在是怎么做？你们甲乙，你看你们就给我写甲乙，所以就把它加起来，这里变五，错了，错了。因为一开始，哎，我们个讲好哦，一开始我们一起做哦，可是做一做，做一做，做到后来乙突然跑掉了，他就每天他自己一个人做，啊，做一做，做一做，后面又出现乙又出现了，你听得懂吗？现在状况是这样子，哎，啊，所以你怎么可以写甲乙？他又不是从头到尾都是甲乙一起做，听得懂吗？啊，注意看这边了，来，请问你了，啊，结果几天？所以甲从头到尾本来商量好的一起做，一起做，可是乙偷跑了，绕跑了，懂不懂？突然消失几天了，有没有？就玩大富翁有没有？啊，就有被外星人抓走有没有？就消失几天有没有？你们没有玩了？有啊。对啊。懂我意思吗？所以他就突然不见了 啊可是甲还是很认命啊，一直做一直做，每天做每天做每天做，懂不懂？懂不懂？现在是这样子情况，懂不懂？啊，那请问你了，啊，几天才做完？8天。所以这八天是甲从头到尾都在做，啊，乙呢
一开始有，快做完之后也出现了，只有中间突然不见了。听得懂？那请问你了，所以从头到尾都有做，所以这八天应该是属于谁的？假的，应该是假的，只有假才是八天，懂了吗？懂不懂？懂不？懂哦。所以这数字最难哦。啊，再来，那假怎么做？啊，所以八三。啊，还有几间？谁做啊？谁做？乙嘛。啊，乙怎么做？两间嘛。所以呢，他只有做几天？他只有来三天嘛。那表示他几间不见了？八减三，所以几天不见了？五天，会了吗？会了，好，写上。好，我忘了做记号。讲完。